最近螺丝落甲规涂骹，我感觉市民朋友互你上济个迄个上好个待遇，所以你个团队吼问题真济，互咱府城个公允感不断失落。我来请教这个陈局长吼，我请教你，你捌去福城啊？迄个中华西路陈福城董事长哦，中华西路遐看一间厝，最后你有甲买无？议员报告，这个我有购买我自己的房舍。啊，你伫新竹做局长，你也买厝；高雄担任公职，你也买厝；来台南，伊也买厝。遮有厝的人。拢无个做听下，啊！你唔当做其他拢念头的，哦。市长，你有做听下，有使用公家宿舍无？有。这是依法哦，你处理客吧，哦。啊，当然，你台南你使用这個宿舍，所以，你个单局长，伫检举函内底，哦，检举函内底，市长你看这份来咧咧。公文甲退出来，别个在重新签约的时阵，他讲依照你的核实，哦，来采取这个限制性的招标，哦，刚开始要签的时阵，秘书室的主任讲这袂使，依法不合，要报市长，伊不但无报，我甲这个秘书室的主任降职。看我自己了，这是我讲，我想推下这个用这款。包委员，这不是事实。你没你我讲了，我能够说明一下，因为依法要说明的，我一定跟您报告。你免紧张啦，我没有紧张，但是依法说明一定要报告。我有去查证过，我才会讲。已经卡到多利啊，你也唔知啊，市长。伊家己有厝，伊来家己的厝租人啊。哦，啊，还来叫市府来家己来签搬这个宿舍。报告议员，我是110年才买房子，而且在房子还在装修中，根本没有出租的事实。讲你，安那签底啊？我讲是不是复利低息低？你讲嘿，吼，复利低息内底，你我咱有足侪朋友拢住伫遐，管理费上咧搭未？哦，你讲恁太太无含你住？现在管理费是我自己缴的。我跟你讲宅。假设市长用人是安尼嘛？插公众事务、在假设这两项，爱列为第一可行的要件。市长，我是来讲，我对你甲你问这個，我是感觉讲对你有当时啊无公平啊。像那下底人安尼甲你问，你较有可能你会拢全无 news， 你拢无情报，恶质到什么程度呢？像这个物件，厝租了大，这条你有要派警方去查无？我不管啦，吼。你要查也好，唔查，因为这小到尾拢你爱担啦。